灯光下，摇滚乐手尽情嘶吼。不过这可不是演唱会哦，这是美国重机品牌的新车发表会。当车手骑着新款重机，在性感辣妹簇拥之下驶上舞台，顿时吸引无数镁光灯，气氛更是嗨到了最高点。这次发表会一共有四款不同功能的重机登场亮相，让车迷大饱眼福。除了专攻长途行驶的车款之外，还重新打造了经典款，希望用轻巧的车身设计吸引更多的都会女性。它的龙头它会比一般的美式重机来的还要轻，因为它是整个后三角设计的理念，所以它的整个重心是在后面，所以在我们的女性骑乘上，不管她的坐姿，因为我们东方女性的身材稍微比较矮小一点，那所以说以她61寸的这个坐高来讲的话，她坐下来其实双脚是可以着地的。香车与美人向来是许多男人心底的渴望，不过随着时代改变，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重机爱好者。这次新车发表会也让车友看到重机更多元的一面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